别说配不配，一块钱的打火机也能点着一万块钱的香烟，几千元一桌的菜也离不开两块钱一包的盐。喜欢你的人你怎么做都行，不喜欢你的人你做得再好他也看不顺眼。时间是个好东西，他告诉我们说过的话可以不算，爱过的人可以再换，我们总是害怕失去别人，那问问自己，谁又害怕失去你呢？人在很多时候喝酒喝到哭，不是喝多了，而是委屈了；抽烟抽到苦，不是翻瘾了，而是发愁了；睡觉睡不醒，不是人懒，而是真的累了。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不是药，而是慢慢吞咽的眼泪；最累的不是身体，而是默默操劳的心。当眼泪掉下来的时候，是真的累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你有你的烦，我有我的难，人人都有无声的泪，人人都有难言的苦。忘不了的昨天，忙不完的今天，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就算不能轰轰烈烈，也绝对不能窝窝囊囊。酸甜苦辣自己尝，喜怒哀乐自己扛。人生只有走出来的精彩，没有等出来的辉煌。如果自己不努力，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。努力是人生的态度，实力才是你的